是 鱼丸呢、欸，一波是。紧张了。真的有毒咩？真的啦，我没有动的，你知道吗？江秋啊，要学我讲话啦。哇，我毕业了！这个是这个前店的老板，有点稍稍逼人。最重要的就是喝酒了之后，我们会做那种。又来了，对对对，又来白 kick 才是最重要的。要完了，要完了，快点！啊！我操！喂，什么鬼哦？今天是 day 5，我们 LW 的第二天。泰国条，落地，吃鱼丸呢、欸。Eat boss。现在我们吃完了早餐，然后再等 Nick 来给我们 briefing 厨房菜，因为他的手已经晒到整个猪皮这样了。现在我们要出 deep sea 了。可以说我们到了，这边下面有28米，听说。等一下我们diving的时候要做单锥测试，就是Nick会给我们做数学题，在水底里面做数学题。A few moments later, how's deep diving? 好多鱼哦，可以带鱼包。水温分层很明显，现在本来是热的水，下到一个地方突然变冷。Okay, so 刚 deep diving 啊，然后现在要去第二个 dive site， 听说那边有海龟。As usual, after 一个 dive， 他们就会请喝热茶，热茶，谢谢。我都 OK 啦，只是那个呼吸。教练一直讲我们呼吸很多，可是我们都给了钱吗？吸准他喽。刚刚我们看到海龟，鲨鱼都是鲨鱼啦，没有啦。More red eel 啊！啊！这个是他的相机，全程跑慢动作。我们教练有一点是说底了，不好意思啊。谢谢啊，这个。他们回来了，他们去了差不多有3个小时了吧。我们 LW 也毕业了，今天看到了什么？看到海龟的时候很感动，他首先是在吃那个 coral 上面的 algae， 然后吃一吃就浮上来，然后他就往水面上这样游上去，很可爱，很感动。啊，新鲜空气真好。How's the dive today? Easy as usual。看你笑，这边 social 着我 ，social 啊。这个是这边的老板 Kimmy Lim。现在是午饭时间 ，Yeah， so 基本上 LW 就是这样考完了的了，很轻松很轻松，好像没有东西做这样，然后就是去5个饭代报。我们的 gathering time 是晚上9点，毕业典礼 ，Yeah， 就是我们的毕业典礼。看一下今天有什么东西 tag， 鸡吧，鸡。
然后这个是豆腐，这个菜。也是我刚才吃饭的时候呢，米笑突然间讲他很想念奶粉，然后就是一直叫我们去饭袋。首先我们去饭袋啦，去一个叫做 Jahat 的地方，就是坏蛋，坏蛋岛。所以现在我们全部正在 buckle up， 这等一下就要出海了，应该是这一个 trip 的最后一个 dive 了啦。谁带了今天？Kim 带我们 ，Kim 就是那个隔壁班的那个精英班的教练。我要牵绳连着吗？这个应该更容易 spot 多过 Nick， 因为他头会发亮。你看人就是像犯贱哦，考的时候就讲，哎呦，很怕很怕，不要考了，不要代表了。然后带完了过后，他就讲：“哎呦，我想念呢。”说饭袋跟平时我们考 OW 跟 AOW 呢，有一个不一样，就是你不需要自己组装，他们会帮你组装，然后他们会帮你扛上船。哦，是啊。对。但是我们还是自己装的。啊，我们还是自己装啊！再不装的话，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了。你每次去饭袋都是人家帮你装。我是不好意思麻烦你。这样 excited 啊 ？Yeah, I'm excited. 紧张了。真的有多咩？你知道吗？我的发，应该是这个 trip 的最后一个 dive 了。谢谢你帮我们扛东西。Hello, Mr. Kim。哇，好难得又看到米笑上船。Welcome aboard。Okay, so again, Kim 跟我们讲，我们现在是要去这南边，开船过去要20分钟。我们也是会维持在差不多18米左右 ，dive 的时间是会set在40到45分钟，哦，78左右呢。很大的几率会有看到 Morel， 啊，又是那个 Morel。如果是比较幸运的话，还会有看到有机会看到宝宝。那什么 ？Bumpy， sorry。我们会做 back row 下水，然后我们会在船后面集合。等一下我们下潜的时候，这个 island 会在我们的右手边。你上A few moments later. So, 现在是准备 go for second dive, 也是在这边，这个叫做加哈处。好玩吗？对。哇，最后一个代表，伤心吗？有一点，我尽力尽了。他们今天四个代表，两个是四个代表，早上 AOW 两个，然后饭代表两个。首先是6点多，我们要去吃晚餐了，吃了晚餐再chill一下，然后晚上9点 get 的，真的是很chill 的 AOW， 哇啦喂，好像来玩这样。啊，要煮的、啊，吃什么啊？今天，啊，吃火锅哇！还有火锅哇！这个 variety 很够力多哎。What a good graduation night！ 我最喜欢的 hot dog， 我这边有这个菜，鱼丸鱼饼，就是鱼丸鱼饼，鱼丸，哇，好多种丸子。然后这个是薏米，这个是冬阴汤，这个是清汤。火锅开心吗？开心，食物业从昨天鸡饭到现在。是哦，越来越奇葩。我们的卢大厨。可以整个锅来一次吗？哈哈，这个是今天的晚餐，最后的晚餐，呀，是我们这个 trip 最后的晚餐，还是一样，无敌海景。真秋啊！要学我讲话啦！这个是我的道来的嘞，不安你哎，米歇。点啦！不要学我的摆凳。江秋啊，吃瓜子啊。哎呦，几秋啊！你看，最后一天了啊，在海的前面，秋秋打。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已经是没有什么东西做了，只是在等着教练批我们的 cert 咯 ，AOW 的 cert， 等我们签个字就毕业了啦。所以我们可以很秋的坐在这边喝酒。Cheers。Beer. Give me
Give me one say。这个是我们的 Advance 的 Cert 教练在写着。你没有。这个是 diving log， 所以这几天我们的 dive plan 全部都会写那些 details 在这个 diving log， 然后 buddy 会签名， buddy 是签在这边，然后这个是 instructor 的签名，还有 stamp， 就可以记录你每一个 dive 了。文静，恭喜！哦，谢谢。哇，恭喜毕业！毕业了。这个是这个前店的老板，有点刷刷笔了。加钱。Yeah， 谢谢。只有你一个人做饭袋而已、啊。没有啊，我们四个都去。哦，四个都去了，超好啊。这个来自中国的麦瓜子，据说吃了会念一首青春常驻的歌曲。拍广告。但是前店老板卖瓜子。AOW， 我们正式毕业啦！考了 pass 了过后呢，你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certificate on 你的 party 的 app AOW at once。有问我的吧？这是文琪的，不知道为什么那照片没有录到。啊，这边很 chill 啊。因为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明明哦可以在这边卖酒，你如果在这边卖酒的话会赚很多，可是为什么你给人家 free flow？ 最重要是让大家开心，最重要的就是喝酒了之后我们会做那种。又来了，对，又来杯 ，kick 才是最重要的。老板亲自帮我们庆祝 graduation， 不多一罐而已，一罐白了是吧？可以标嘛？现在我教你们讲呼吸法，我们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然后再吸一口，补到最后，是不是要吸？就是那时候你比 OK， 我们就把酒喝完就。哎呦，真是一罐爆哦！要完了，要完了，快点！我听到，什么都看不到。对，就是要你看不到。老板好像很开心，这样子。你这样好好给他喝清水吧。要完了，要完了。OK。喂，这个叫猛吹法。问题是我是呼呼的嘞。一起庆祝啊！一起庆祝啊！哎，老板亲自帮你庆祝哎。喝三罐了，昨天。快点！昨天我也是吃了饭。加油啊！五罐，我相信你的啊，你不要令我失望啊。他们跟我讲你可以喝五杯了哎。没有。哇老哎，他真的是白罐都还没有倒完呢。哇，好 OK 了，你看他喝完了哎。OK 啊，完了啊。喂，出来了，喂。啊，我以为完了。还没有。你知道为什么你喝这样少吗？知道。因为喝你照顾酒。不要脸，老板。OK 了。啊？喂，什么鬼哦？我呼吸不到哎、欸！什么鬼哦？怎么来了喂？是哦，我吓到了，呼吸不到哎，完全。你一直喝爆啊！哇，毕业快乐！Hello， 今天是第六天，我们现在去吃东西，然后就离开刁曼了。Hello， 你又在引刀疤在你隔壁啊？给大家看一下刀疤的刀疤。OK， 是我们的 Six Day Five Night 的 OW 跟 AOW Cost 已经完成了。我来问一下大家的心得是怎么样 ？Sam Lu 先，一开始来这里学的时候会比较辛苦一点哦，因为什么我不会嘛，然后慢慢的就越来越轻松哦，就是好像来玩这样哦。然后现在要走嘛，有点小不舍得。不舍得啊。哭哭，让你米在嘞。其实像我这种怕水的、怕深的、怕暗的，像我这样我都可以考到潜水证的，所以我觉得你们也是可以。米在嘞跟文琪儿都是很怕水的，一开始。他们昨天两个竟然在 fun dive 的时候讲很 fun， 很好玩。但你一开始怕水，但是后来学会之后就可以比较放了。然后我呢，我就觉得这边的教练哦，不知道啦，因为我们只是遇到两个吧嘛 ，Kim 跟 Nick。But 我觉得这两个教练哦都很细心，他们教到很细腻，然后很有耐心。基本上我们都没有被骂过吧，我们四个人。Sam 就讲，可能是这边的 culture， 可能这边的 culture 真的是很好咯。对 culture 很好。
啊，对，这边的老板飞飞将了嘛，所以他们的教练全部也是飞飞将，很好玩的，全部可以跟你玩的。把认真的时候就真的是很认真，因为涉及到个人安全吧，所以潜水要很认真，是要很认真的。Yeah。但是只要你小心谨慎，按照他们说的去做，就不会有什么事。真的，如果你听他们的 instruction 的话，就真的是不会危险了，我觉得蛮安全的。然后他们很照顾我们在水下的时候，他们也很照顾到我们的心情，真的是一步一步这样带我们越来越深，越来越深。Make sure that 我们是 ready 了，然后才给我们 proceed to 下一步这样 ，which is very good 啦。啊，还有一个东西我要 highlight 的就是他们老板真的是很好啊，你 WhatsApp 他，他会秒 reply， 很客气。如果我是老板的话，我真的是不会理你哦。但这个老板就真的是很有耐心去 reply 解答你问的那些问题，这样就是一开始我们 inquire 的时候啦。还有什么？还有 free flow 哎，老板明明是可以在这边卖酒来赚 extra 的钱，可是他不要，他就是 free flow。他最重要是大家都 happy， 可以播自己的歌啊，还可以播自己的歌。然后晚上这边很 chill 很 chill， 可以看星星。昨天我们看星星，看到七八个流星，一直有流星，一直有流星，然后可以看到银河。Yeah， I think that concludes the vlog。三点半的船我们要走了，拜拜。所以我们现在在 jetty 在等着我们的船。还有一个 information 我觉得很重要的啦，就是很多人会问刁曼是什么月份最适合过来。教练跟我们讲三月到五月份那个水是最清的，七月到九月那个水也是不错，也是很干净。所以三月到五月和七月到九月是最适合过来的。 OK， so 就是这样啦，拜拜。Yo， 我是 Jay。所以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点赞、留言、分享。那你看到这边有一个很大的 button， 大力给我按下去罢了。按啊，按啊，按啊！